等一下，大师，忘了武功了，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大师，不要再戏弄在下了，出招吧！ 爆炸了！将军宝，你现在一定觉得浑身是劲儿吧？好，那你替我去打，我去找飞龙将军。 沙弥是谁呀？他怎么会本门罗汉拳？内力雄浑，果然厉害，可不知兵器上的功夫如何？接招！ 胜负已分了吧？我愿赌服输。我现在就离开少林寺。什么愿赌服输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赌过？你的确胜我。我为什么要跟你打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现在要打的不是他，是我。 易前辈，收手！等一下再说，等我把这个小子打败了，维护住我们冥界山庄的威名再说。看招！还要打？哎！嘿！ 进步挺多的嘛，前辈承让，还打不打？嗨，我都输了，我还要打呀？没有啊，你没有输啊。哎，你刚刚跟我的侄儿打，我才跟你打，我已经占了便宜啊！再加上我可是成名武林数十年的前辈，你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后辈，我跟你打平手，我当然输了啊。事实上你没有输，再打呀！哎，你别怕嘛，你今天啊已经连赢了2个名剑山庄的高手，以后啊很多人要跟你挑战的，你不怕没有架打的。 易施主，刚才你已经答应老大，只要有少林弟子能够击败你，你就和大伙儿一块儿离开少林寺。现在时候不早了，请你们稍用斋饭，赶快下山去吧。嗨，我从来不吃斋的。我们走吧。 小师傅，请留步。